分享是爱，爱是分享。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哥分享。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妙妙妙啊，不对，是 iPad Toys 的妙娘子，一共是 A、B、C 三款。OK， 就是这三盒，三款不同的发型设计。话不多说，咱们直接拆箱。首先看一看 A 款，一张头部组装的示意图，包括可动眼的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尤其是头发与面雕的安装方式，穿衣服的步骤。OK， 下方有联系的方式。第一层呢，就是它的头雕以及一些小细节的部分，调节可动眼的小配件，可以根据不同大小的素体连接的这个配件。一双鞋子，下面的一层呢，就是它的衣服部分。接下来呢，咱们把它拆开，看一看它的细节。A 款是一个紫色的明带马面裙，裙子的质感呢，我个人觉得做的是比较不错的，已经是非常的精致了。另一侧的一个样式，说明书上已经体现了明带的交领长袄。A 款它里面是一个粉色的，然后上方呢，上方还有梅花的暗纹刺绣，这个面是一个扣子。衣服的背面，明带直领对襟比甲，有点像我们穿的那种马甲的感觉啊。但是这个马甲呢比较长，而且的这个衣服的质感摸起来就是有点比较挺实，你摸起来不是软趴趴的那种，相对来说摸起来有点硬的那种感觉。它的后方的样子，衣服上方都是有刺绣的设计，衣服做的确实也是蛮不错。到手的玩家呢就知道这个衣服拿起来的这种质感是不是跟五哥说的一样了。一对翘头履，鞋底的下方，鞋的周围也是有花纹的设计。 OK， 咱们现在看一看 A 款的头雕，近距离的看一看面妆的部分。眼睛的部分是可调节的可动眼，整体是一个焦发，但是你看到上面的这些设计，珠宝的设计都是用了分色的配件。 A 款的头花上方是一个红色的玫瑰，你也可以管这个 A 款啊叫做玫瑰。打开之后，里面的构造，一个磁吸附，然后一个可调节的可动眼。安装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点，把耳朵放在鬓角的里侧，鬓角的下方，这样，然后再往里轻轻的用脖子这个位置往里扣。OK， 这样就安装完成了。严丝合缝啊，不错。脖子连件在你取面雕的时候是可以取下来的，换另一个连接配件也是 OK 的。这就是 A 款的玫瑰。 B 款打开， B 款的交领长袖呢跟 A 款是一样的，颜色也是一样的。 B 款的直领对襟比甲，比甲的前方连接方式是一个挂钩。 B 款是一个嫩粉色的颜色，后方的细节，里侧是一个粉色，外面刺了金边，然后下方。 B 款马面裙质感也是非常不错，马面裙褶皱的部分打开之后的一个样式。 B 款的马面裙的颜色呢是有点灰蓝色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淡的。这是 B 款的头雕部分，几乎是一样的，但是颜色也是有区别的。 A 款是红色， B 款是绿色的宝珠。它的这个头花呢叫做牡丹，所以呢你也可以称之为 B 款为牡丹。它的脸膜都是一样的。 C 款拆开，里面的构造也是跟之前 AB 是一样的，咱们直接把头雕和它的服饰取出来。C 款头雕呢，它的这个头花叫做宝莲，你可以称之为它叫宝莲。头发上的装饰颜色跟之前 AB 也是有区别的，除了这个装饰，其他部分跟 AB 是一样的，发钗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面雕部分来讲的话，我想起了之前那个小齐啊，小齐那颗头雕确实是真不错。C 款的直领对襟比甲，黑色，然后加上这种有点类似于淡金色的这种花边，材质方面也是稍微有点硬的。 C 款的交领长袄的颜色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深的湖蓝颜色。衣服的背面， ABC 三款呢翘头履都是一模一样的，跟大家说一声。 C 款的马面裙有点像这种荷叶的感觉。 C 款的马面裙呢，我觉得啊有一种少数民族的那种感觉，这是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啊，有点像少数民族穿的那种样式，整体设计的质感还是可以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把 ABC 三款全都组装上。这次用的素体呢跟之前小齐以及之前的那个唐朝一是一样的，都是 S34A。其实妙娘子这款也算是市面上少有的明代1:6女人袄了。
iBar Toys 一直都是秉承了独具年轻美貌的风格，如果从风格上来讲，市面上几乎是无可替代的，并且喜欢这种风格的玩家呢，想必大部分人也都是非常有爱的吧。不过有一点肯定的是，设计师以及 iBar Toys 整个团队也是付出了不少的心血，这款服饰的部分我是比较满意的，如果我在视频里面多次强调，那就一定是这款最直观的重点。面雕部分来讲呢，是要比之前梦回唐朝一要成熟一点点的，但是从视频上造型的展示来看，依然还是挺端庄和漂亮的。 ABC 三款分别为玫瑰、牡丹以及宝莲，你也可以用头花的特色来给他们用中文命名。值得一提的是，在把玩的过程中，我发现 S34A 的兼容部分，这次素体和脖子的连接件还是非常贴合的，不需要蓝晶胶，这点跟之前梦回唐朝的衣的连接件是有改进加强的。单从衣服的版型来讲，从衣领处我认为更符合常规的素体，比如 S10D 的素体型号。这里要说一点，就是 S34A 穿的鞋稍微有点大，不过整体来讲搭配出来的效果还是挺漂亮的。三款不同颜色的妙娘子可以根据各位官人不同的喜好来选择，视频里的造型动作就是推荐大家放在家里面摆放的，按照我的造型来摆放会给人偶有加分的效果。像这种衣服穿在里面的素体其实可以随意凹造型的，毕竟素体坏了你也看不到，是吧？至于 iBar Toys 的机甲少女，该出的时候 iBar Toys 自然也会公布的，想必期待的玩家们早就已经饥渴难耐了吧。如果按照出货的顺序，其实下一款应该是三款女仆，到时候三款女仆呢也会给大家安排一下，我个人也是比较期待女仆的这个风格。好，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分享是爱，爱是分享，我是五哥分享，能关注五哥分享的才是真正喜欢可动人偶的玩家们，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